大家好，我是文。今天我们所要讲解的是368到369的地方，给你掌声鼓励一下。好，加油啦！好，OK，那我们听一下是368的地方。The politician refrained from providing any remarks or commentary concerning the electoral loss experienced by his party. Take the blame for it. 好，你单听两个字。我们一开头的时候是这个 politician，politician 它可以翻成是政治家，这政治家避免提供任何的评论有关这个他们的政党输了这次的选举，那呢，他也不为这个输掉这个选举来负责的。你单听两个字，这个地方一开头的时候是 politician，是政治家或政客 refrained，这是 avoid，避免做什么事情。他避免呢 providing 给提供什么事情。这个字呢是 give somebody something，give somebody something 是这样子呢，they need 他们所需要的。任何的 remarks 评论的这两个字评论，一般而言这是评论哈。那 commentary 这个字呢，一般它是一个 statement，它是一个陈述的。你看呢，它是一个陈述的，是这样子，有关一个 event。那重点呢，它是在收音机上面或电视上 on radio，在收音机上面的，或者是什么 television 的。那 concerning 这个字呢，就是有关的哈，about 有关这个 electoral，这是有关选举的哈，所以这个地方是 relating。Relating to election 选举的，他们的 lost 可以了哈。那 experienced by this body 哈，就是这个政党所输掉这个选举的时候，那重点来了，他也怎样子啊？他也不要对这个负责的，blame for it。你单听那个字。这边是考你一个文法哈，这边你看到这边是个句子。这边是个句子，对不对？好，这边也是个句子。OK，那这个地方它是考你一个 no 的用法。好，我们先解释 blame 这个字的哈。blame 呢，这个字是谴责，它可以说什么？say somebody or something 这样子，这个事情是错的，wrong，对不起，他做错了事情啊。这个字，say somebody or something wrong。或者是怎样子呢？他必须 responsible，要负责，responsible for something wrong，他要负责的，responsible for 这 something 哈，something 这个错误的事情要负责的，重点是 responsible。那这个地方是一个连接词哦，那重点啊，如果他也不愿意为他负责的，这个 nor 是一个连接词的。可以了哈，那连接词的时候，它这个否定的时候，整个句子是要倒装的，所以答案请你选 A。我们再讲一次啊，这边是一个连接词，那呢，它是个否定的，它也不愿为它负责，是个否定的，所以后面所 no 所连接的句子必须是一个倒装的，就类似改成问句就可以了。所以答案请你选 not the key。你看一下。那你说哪几个字会考呢？那你看一下喽。第一个字，politician，政治家或政客的，refrained，避免，providing，提供的，remarks，评论，commentary 也是评论啊，一般是在 radio、TV 的时候，concerning 有关的，electoral 这是有关选举的，可以了哈，blame。就是骂别人、谴责别人，或是为这个事情来负责的。Politician, providing remarks, commentary, concerning, editorial, blame。好，你把它看一下。那我们把声音的地方再听一下，368的地方，注意听哦。The politician refrained from providing any remarks or commentary concerning the electoral loss experienced by his party. Take the blame for it. 好，那我们听一下是在369的地方。好，注意听哦，369，加油。
since people in this culture usually associate skinny women. Bad health conditions. Men prioritize dating or marrying women who exude strength and a visibly healthy appearance. 好，我们看369的地方，你看一下，你要填哪个字？好，他说呢，因为人们在这个文化里面，通常联想一个很瘦的女人是一个身体状况不好的，所以男人呢会优先约会或跟他们这些女人结婚的。然后他流露出很强壮而且是很健康的外表的。你答案填哪个字？好，那我们有一个解释哈，这个 since 呢本身是一个连接词，因为的。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啊，这边是一个句子，这边也是个句子，所以 since 连接是两个句子。那 since 是翻译成因为哈，因为人们在这个文化里面通常 associate 联想到这个字呢，可以 connect， 你看啊 somebody something 在你的心中里面，那呢又联想到什么 with 什么 somebody or something 的。这大概等于 connect 了哈。那 skinny 呢？这个什么瘦，很瘦，所以用两个字来解释它什么 ？very thin， 非常瘦的。OK 了哈。那这个女人她讲她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的，所以男人这什么 prioritize， 他优先的，这个优先的第一优先的，所以这个字呢是怎样子 ？something， 这些事情呢 should be dealt with。他要被处理的 ，dealt with first， 啊，这个可能一个 be 啊 ，should be， 他必须做这个事情，被处理，优先的处理的。所以男人优先做什么事？约会或跟结婚跟这些女人。那呢，这个字 exude 这个字啊 ，exude， 它是表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字呢可以 show 展现出来的。啊，流露出什么东西的 ？Show your confidence， 你看 confidence， your love， 或者愉快的事情 ，present， 啊，等等的哈。所以呢，流露出你的健康，而且是很明显的一个什么 appearance， 健康的外表。这边呢有个 visibly， 这个字大概可以等于是 obviously， 很清楚的 obviously。好，所以你答案填两个字。你看到这边考你一个句型哈，考你一个哈固定的用法，联想成 A 到什么 B 啊？这个应该是这样子 ，associate A B， 所以它固定用法是哪个字呢 ？With， 好，它联想说啊，骨瘦如柴的女人是身体状况不好。OK， 所以答案请你选多少？答案请你选 A， 可以了哈。那你说哪几个字会考？那看一下哦，这个字的地方，第一个是 associate， 啊，习惯用法是 associate with skinny 是非常瘦的 ，health condition 状况的 ，prioritize 优先顺序的。Exude， 流露出就 show your emotions, your confidence, your love 等等的，流露出什么 visible， 很清楚的 obviously， 还有一个外表 appearance。Okay，associated with skinny condition， prioritize， exude， visibly， appearance。好，你把题目看一下哦。好，那我们把369的地方再看一下。好，注意听369哈。Since people in this culture usually associate skinny women, bad health conditions, men prioritize dating or marrying women who exude strength and a visibly healthy appearance. 那接下来你看到，我们把368到369的地方再把它看一下，看一下哈。
所以有些这个政客呢，避免提供任何的评论有关这次选举输的，他不提供评论的。但是呢，他也不要为他负责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不要也不要的意思，把 no 放在前面来是一个连接词，然后呢，后面句子是要倒装的，所以答案请你选 Nor did he tell a brand for it。好，我们看369的地方。等一下哈，369的地方好，你看369的地方，你看哦，369的地方，因为这个国家因为人们在这个国家里面，通常在这个文化里面，通常是把瘦的女人联想到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所以男人优先会怎样子呢？约会跟结婚是怎样子？这个女人她流露出一个很强壮的、很明显健康的外表，所以这边考你什么？把 A 联想到 B。Associate A with B，所以填了这答案，请您选 A，可以了哈。OK，好，我们今天所讲的是368到369的地方，好，给你掌声再鼓励一下。算你厉害啊，OK，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